两周后，布里斯托尔的郊外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该死！真不敢相信，又被你算计了，老头。看来你是活着逃出来了，是吧？这还真是个意外。但我还是为你这个蠢儿子能闯过一技深处的重重阻碍，并活着逃出来而感到骄傲。这个礼物是作为你努力的犒赏。我以前提到过，在那一季里我曾被逼入绝境了15次，但没说过当时我就为此放弃了。我敢打赌你肯定想过，看，老头，我终于打败你了，我活着冲出一季了。很好，但很抱歉，给你泼冷水了。你还没超越我，哈哈哈哈哈！总之，如果你想证明你是个男子汉，一个能超过你那传奇般父亲的男子汉，你最好再挑战一次。爱你的父亲。见鬼，老头！艾德，麻烦准备下车。哦，希尔弗，别跑，你会摔倒自己的。嗯，艾本，你怎么了？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老姐。我该走了。你打算离开了吗？
或希望你能再待一段时间。希尔福也希望那样，你不这样觉得吗？我很抱歉，宝贝儿，但我必须得走了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下次回来后就教你如何用飞刀，好吗？蒂娜，这个给你。这个是？把它放在博物馆的某个角落，或是其他地方。这是 Buchamber 的钥匙，对吧？蒂娜，车准备好了。哦，你好 ，Evan， 你打算去哪儿？再见了，爱德华。希望我之前的借宿没给你带来麻烦。老姐就麻烦你照顾了。希尔福，好好学习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的。Evan， 这次你会去哪儿？我感觉老头还活着，而且要想跟他算上账，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我去找我们那蠢货父亲了。南极，我来了。